这是什么菜？肉。靠左行驶。看看这个山，悄悄的过去，还悄悄的过去，给少爷一个惊喜。几个是咱几点出发？八点吗？这现在几点了？上高速然后九点。小皮皮没来接，皮皮。小小。小小。小小没来接。哎。乖乖来了乖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高兴。爸爸。哎呦呦呦，爸爸的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请这边。开这个门，开这个门，你开开门，开着叫恁爸过来，哎，使劲拉，使劲拉。哎呦，还拉不动了还。你想我了吧，乖乐？想你了。想奶了吧？爸爸。哎，你想爸爸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想爸爸了呀。妈妈干活去了。对，妈妈干活去了。那爸爸干什么去了呀？啊，爸爸爸爸干什么去了？爸爸干活去了。爸爸也干活去了。那得吧，你妈给你买点物去，买吃的。哎，你拿这个拿的牛肉。牛肉啊，还有枣，大枣，有大枣，还有干果的。还有干活的，还有大骨头。我给他爷爷，给他爷爷，给他爷爷。这个大骨头，你妈妈，哎，你妈给你买的。妈妈给我买的这个。啊，这里还有你干活的，这里。还有那个枣。还有那个枣，给你干果。小杨，还有你的干果。啊，你妈妈给你买的。妈妈给我买的。喜欢不？喜欢。喜欢。谢谢了吗？谢谢。谢谢。谢奶奶。谢奶奶，你妈妈买的乖了，奶奶没给你买纸头。啊。哦，你谢谢你妈妈吧，小，你谢谢你妈妈。你说。谢谢妈妈。给你买的吃头。谢谢妈妈。我买的这个吃头，给我买的这个干果。哦，你带吃不？我带吃。喜欢吃不？喜欢吃。哦，谢谢你妈妈。谢谢你妈妈。嗯，还给你买的牛肉。还给我买的牛肉。给你买的大骨头。我买的这个。那个是啥？这是枣。咱们还有枣啊。真好孩子，真聪明。奶奶想吃枣的，爸爸也想吃枣的。上那个哪个？上黄岛了。上黄岛了。嗯，青岛的黄岛。哦。